好，接下来进行的剧情是《新九曜双骄三》，然后我们要进到万象窟。那我们有五个门哈，五个门有分别五个守护神哈。好，我们就把守护神打掉就对了。没有脱单呐、啊！别听他乱讲，脱个屁！怎么这边还有敌人啊？哎、欸，好，就是他，要打他！以你们凡夫俗子也想取得上神诀，来吧！我要让你们知道，你们多么渺小。应该是不会。哇，还是很痛啊！干，它是金属性的吧？它怎么那么痛？造就一波高潮，跟人数没有高潮啊，人数没有高潮起来啊，好痛。好烂哦，嗯，没有练是这样。会啦，等一下召唤啦，一下是属性攻击的地方，但是召唤克属性的啊。打赢就完全没东西，也不会那种剧情。好，好，开打。哦，那你们瞧瞧我的神州无敌厉害。哎，这怎样？爸爸。爸爸。可是没有木，那只能木了。没有金啊，只能用木。哎、欸，这么烂哦、喔！那用太极拳法好了。哔哔哔，左半边，龟螺旋气势闭合主阀破裂，紧急关闭，进阶幻想三国攻击模式，转换成功。哎、欸，这个时候就有幻想三国志了、哦。哎、欸，幻想三国志什么时候出的、啊？给我去吃大便吧你！幻想三国炮，幻想三国炮。哎、欸，那时候出了吗？可是九曜双骄三也是2003年嘛，对不对？是同一年是不是？哔哔哔哔，装作神检查，回存率7×18，神州终极毁灭模式启动，转换
失败。组核心。那有右路切换至预备伤号成功，机体自我恢复回路切换成功，启动千金预备七境完成，神州终极毁灭模式二度启动转换成功。决战是在幻音之前啊，我记得决战在幻音之前，幻想三国之前。哔哔哔哔哔！哔！警告！严重回损警告！机体温度极限值突破，防守机能放弃，千里成功，终极自保装置启动。他自爆，他自爆了。赢了，赢了。哦。当初就有业配了，好，就这样，打赢走。来来来，你们看，这星星的皮就像钻石一样，钻石不能吃。此怪皮坚如石，恐怕不易击倒。林哥哥，幻能进化龙将我们的投石技巧了吗？暗器的投石可以无视敌方防御，而加以打击哦。嗯，了解。愚蠢的人类，让我来打醒你们！它是水嘛，对不对？水要弄土。我、哦、好痛！我靠，超低耶、欸！我的妈哈！我玩弄面积了，不管。不管我弄秘技，什么不红？我现在也没多红，好不好？什么不红？我哪有红过？北七哦，请问我哪时候红过了？天花飞先看看，看你强不强。不行，我要投纸哦。投什么啊？投一个飞针。不是天花飞枪打了民国几年？投纸才175哎，那写多少啊？哎呀，那个管它个位数还几位数，红还不红。我都是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已，我其实不是很在乎、啊。但人数高，但是很开心的、啊。但我其实没有什么红不红啦，反正红不红那个是破万那种才叫红吧，我没有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按 B 了啦，受不了了。可以按 B 吗？可以啦，按啦按啦按啦。好，走。莫加罗 ，Hello。哎、欸，还真的是哦，莫加罗，没有啦，没有上来啦。远程上课的缺点就是没办法面对面告诉你那个声带啊，不然我其实有考虑要上那种课，但没办法、啊，面对面教学才是上声音课的最好的方式啊。神诀是神子钟馗，小子，让我试试你够不够格，带走上神诀吧。莫加罗，用木招。木，幽蛇、欸，幽蛇是木吗？是水。孙仙，魔动天窟，
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讨论过了，就是发声课就是线上上是最好的。那这种资源就是在台北居多嘛？啊，我不在台北啊。对，再来就是我只是配开心的，我不想给自己压力这么大。哎呦，这个攻击力伤害就高了。所以啊，我说魔动天鼓也是蛮帅的。哦，好快哦，超快的，好，就这样。不要刚刚猪叫我。嘿嘿，结束，好快哦。想抢走上神诀，先来尝尝我的烈火夜火再说吧。用水吗？水。哎，将军有水吗？有。还行，这攻击力可以。30公分加财富自由。好好哦，我也想要30公分加财富自由。哎，可是你们30公分又有地方用啊？你们有地方用吗？没有嘛。30公分无用武之地，还不是一样？又有地方用啊，不是只有给左手用啊。等一下，好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点痛。哎，没招式，光鼠出来吧。靠边，我没有啊，没地方用啊。怎样，我是没地方用，怎样？主意来，人见白狐。人见白狐，五倍剑法，哦，这个攻击应该可以打很快。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哎，我家外面有一间 Seven 啊，还有那个 Pokemon Go 的那个机台，哎，一堆人在玩。超扯的，还在排队。我不知道那个机台叫什么，反正就是有人在排队在打那个 Pokemon Go 的机台。好，打赢了。这个万象秘窟开起来了，好，我们进去应该都要打架了吧？啊，还没进去，还没进去，还有一个 boss 要打。加一神功，加一神功竟然在万象秘窟里面找得到，太扯了吧？你说扯不扯？哎，我也觉得很扯啊。这边有 BOSS 要弄什么属性？拿到啊！现在才要拿。英文用秘技啊！哟，那台上放的，一定是人人争夺的金钱卷哦。那不是上神诀吗？因为在巧巧的心目中，上神诀不是拿来练功的，而是拿来卖钱的。而且照现在江湖上的状况，铁定能卖不少钱。怎么了？
光束、戒指、召唤兽，你们在害怕什么？依照系谱的惯例，我们可能有大麻烦了。大家小心！远古轩辕血脉继承者，皇帝的后裔公孙角龙在此镇守。上神诀是击败蚩尤的心法，你们躯体承受不住超过限度的力量。我们并非想得到上神诀，违逆天命的力量，我只想歼灭其一用，救我爹。退下吧，炎黄子孙不能染指上神诀，以免人类上恶力量失衡，重启杀戮战端。我们好像离开比较好。尹大哥，求求你，凭你半根仙骨也想挑战我，受死吧！哎，好痛哦，干！我是要弄冰心诀了。很痛，有修改器又怎样？我又没用。你去看我直播跟影片。刚刚每个游戏都有修改器，拜托。冰心诀，冰心诀，冰心诀。感觉有点弱哎，这招怎么那么弱？好烂！好啦，等我那个火焰器来的时候再配啦，好，再用变身器配女生看看，好不好？还没到货啊。万象流云掌，我忘记了，我随便装了，没关系，这样也可以打得赢啦。我都装备那个角色的攻体啊，像江云我是给他装备金攻体，雄霸是土，大概是这样，这种概念。所以我刚才用土招打他不太通。这一代银王铁不强，以我方式呈现的话不强啊。强到乱叫，会吗？我觉得还 OK 啊。来呢？啊，就这样被打败了。有啦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拿我们的上神诀了？就这样，看巧巧有没有隐藏宝物，
没有。哎、欸，也有啦 ，BOSS 战 也会认真打啦。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剧情啊，有两种原因啊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可以赶快修炼吗？可以吗？还是上神诀不能练？上神诀应该是心法吧？好像不能练哦。也不行哎、欸，真的不行啊。还真的不行啊！要走出去吗？不用。愁黄殿的余烟，老夫念你言尽千千，为奸人所利用，特意特别开恩，要江湖寻下饶你一命。只要你交出手上的上神诀，顾大侠，我已经跟愁黄殿划清界限。这上神诀是要留着我救我亲生父亲的。你曾是愁黄殿的走狗，就一辈子是愁黄殿的走狗。王主，众虎归山不得，今儿就拿下地狱去忏悔罪孽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云哥正是要叫他爹爹。你何以为证？谁知道你们会不会练成神功后变本加厉残杀众人？我可以证明。江云是要救他爹爹的。爹，来吧，把上神诀交给我。你是谁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当江云开了五行之门，我就顺势躲入塔中，后来瞧见你们几个偷偷摸摸的潜入，只怕是想强夺上神诀吧？你说什么？哎，去该方调查，这位恐怕就是逼江侠他们夺宝的罪魁丑丑。是，我曾是愁黄殿殿主丑丑，想利用他们取得上神诀。反观你们呢，自认是江湖正义，却没有胆量去对付上古守护者，只想坐享其成。交出上神诀！你不可助纣为虐啊！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江湖学就会立刻死在面前。我终于拿到上神诀了，我东西已交出，现在解除我爹爹的傀儡术。什么？你们让开，我们要走了。你想食言？真啰嗦！你替我开路。曾经是一代大侠的江无缺，你竟然……爹，无缺伯伯还受江远控制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知道就好。你们在场的没有一位敌得过江无缺。让开！你们这些杂碎！王主，你先出去替我扫掉门口那些垃圾。很快就会进伏在我玉郎大神的脚下。那可不见得。可恶，神秘的人都要进来。眼难天退。我爹他不用追了，小鱼儿会坚硬无缺的，这一块要崩塌，给我离开。小鬼，
你们快走。古大校，危险！上神卷，我得到了。古大校，好大的灰尘！古大侠，你是何苦为了区区一本上神诀而丑皇殿这十几年来兴风作浪，江湖正气耗落至此，于今沉默哀待天任武林盟主，若无上神诀之助，武林盟主讲的是无非是侠道，是义气。顾大侠这些年来在江湖的所作所为，夜魔尚且佩服，何况他人？不敢，只要你一呼之下，必有百诺相应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能得诺词，就算张国墨长君在世，也不过尔尔。老夫一时心慌，为武学表象所蒙蔽，自己依恋不走，境内的燕大侠送过于此，这下就算化成飞灰，也不能报答你相救之恩。现在放弃还太早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且让我试试。哈哈，武臣，就算神功盖世，也没法轰开一座山啊！你想天眼将不行？风行居间就可以，你不行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暂时仗着叶南天之力。上神诀听说要一侠子功力才能修习，叶大侠明文侠的驾驭神功，必能突破凡人肉体的极限，运用上神诀轰破石壁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天地之力，应许阴阳中庸之道。这超越人类极限的武功，不是真相之物。物之真相与否，与刀剑双刃同底。蒋玉郎得知血海无际，愿大侠习之，必能造福武林。顾某所言有理，请来验某一次。上神诀博大精深，想我内力几乎已真化境，尚且无法驾驭他的力量。这下可好，为了一本书放弃多年经营的名望，真是愚蠢至极。孤翁且莫忧愁，夜魔尚有一法，只要并我两人内力，至少能将上神诀第一重关卡打通。对呀，此法不对，姑母怎么说也是横练四十多年的功夫，将真气输给你，与其要我变成废人，还不如一起葬于此地。来，我将真气输给你。燕大侠，姑母，我强追上神诀，今晚因为强大的内气震伤，暂时无法修炼。要是待我调息数日恢复，这死穴的空气早已耗尽，所以该由你来选。先助我也，待姑母吸了上神诀，一定将真气奉还燕大侠。顾长燕。你，我只是实践诺言，将真气奉还给你。只可惜你是武功尽失的废人，承受不起这上神诀过于霸道的真气啊！第一重啊，这只是第一重的威力啊！
叶南天，我就让你死得明白。当初培养江玉郎为仇仇的神秘人就是我，左手操作仇皇殿，右手摆弄飞燕商庄。只有借着这些对峙的矛盾，才能在十几年间就建立起我不可动摇的威望。怪就怪你修为不足，差一点就练成上神诀。哼，现在你的内力加上这上神诀，我已经没有必要做任何多余的政治操作。只要踏出洞穴，天下尽在我的手掌中。你看得到吗？这全都是你的恩赐。郭参与出关后，正式展露出他如虎狼一般的野心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江湖上这数日内，死伤人数远远超过近十年的总和。生灵涂炭四字，恐怕还不能形容惨状。Hello， 晚安啊。也难听，也难听，我要杀了也难听。夫君，好痛，痛死了！你还不赶快想办法把我治好？你一点都不能帮我分担痛苦。你喝我的血吧。喝吧，火狐族充满灵力的血，还有我对你的爱。我的伤，夫君，你不能再喝了。我觉得力量源源不绝的涌入身体，我的力量。这就是火狐族的灵力吗？叶南天动我右手，毕竟是长了回来，而且力量更胜以往。反倒是孤长院这次从头到尾都在利用我，不杀你，能泄我心头之恨。可是小人练成上神诀，要是叶南天不出手，武林中能抗衡的只有姚月。我需要力量，更强大的力量，才能与他匹敌。不，你别想打火狐族的主意，我与火狐族永远断绝关系的。娘子啊，你不是要将以晨的奉献给我吗？我有这一件事情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你的野心是无尽的，我知道。你想喝光所有火狐族的血？娘子啊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还记得冀州妖石曾经给我一只专心虫吗？说起来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柳儿好啊。难道你对柳儿？没错，但柳儿毕竟是我俩的爱的结晶，非到不要。我也不想用这个埋藏十五年的机关呐、啊。我已经将你父亲的心病医好，你们相认吧。丑姑娘心在痛，我去紫云帐篷看到她的状况。爹，这十几年来，尽在你身边，还有却。二弟已经将整个前因后果详细告诉过我了，怪不得你能在这种严苛的环境中茁壮，不失为堂堂正正的男子汉。为父欣慰了，只委屈娘子失意这些年，我们三人该好好团聚，共享天伦。云儿，快起来吧。二弟，事态紧急，我也不多解释了，
我去了中原一趟，我们在这边的一个月内，中原发生天大的变化。发生了什么大事？燕伯伯没的消息，而顾三爷竟然从万象窟脱困，练成上神诀。顾大侠当了武林盟主，维护正义，练成上神诀不是很好吗？他是个戴面具的小人，利用顾燕上状与筹谎殿正邪对立的矛盾，博取名望。现在他赐封上神天尊，后一票党羽替他为非作歹，顺生逆死。娘子，魏家大嫂还有江翔娘亲都移居到林芳去，大哥别担心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上神诀未立绝伦，大哥的小鬼头完全不了解现在江湖上的惨状。你爹天下第一聪明人，一定要想出办法的。大哥心病虽医好，但多年来身体的创伤也该好好调养。大嫂关念得紧，我带你们吴秀伯伯回营房养病。大哥，走。臭老爹，结果什么办法都没想出来吗？我们先去看看心儿的状况吧。好，臭姑娘心脏受毒虫惊身，既不能下针，又不能投药，这些手谁是谁做的孽啊？万圣医，麻烦你离开，我有话单独对紫莹讲。最近我心脏越来越厉害，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。心鸟有什么话直说吧，我想这是报应。你在以上客栈房内服用水陆鲜花以后，本来可以病愈的，可是我却……不要说了，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加入队伍后不久就已经猜到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还对我出手容忍？为什么不将事情告诉大家？因为你深爱着江羽，我能够体谅。子毅，你能够原谅我吗？果然，换作是我，也不可能。什么话？大家同在一条船上，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事？而且爱情本来就难用理智驾驭。谁能胜出，各凭本事。说出来以后，我突然觉得胸口不闷了，心头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底。心流，你好好睡一晚，谢谢你。子英，你这个傻瓜。华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子英啊，这么突然，晚上起来加入队伍，太突然了吧？谁啦？你谁？终于找到你们这些反贼的窝藏地点，上神护法魁星就在此，何久还不速速拜服？好端端火丹掌门，竟然敢做顾三爷走狗！那个人们尊敬、悟道修仙的子龙。锦龙真的死去哪了？大家炼丹修真，无非想求的羽化成仙。只要帮他顾长也完成任务，他会传我上神卷，达成这目的。你想怎么样？原来九秀商城的大小姐也在这，等我拿下躲藏在林上的反贼头子小玉儿，还有江无缺。下一步，请你乖乖交出商庄。你放肆！有实力的人决定着世界运行的方向。假如你认为我只在说笑，那就让你们尝尝天尊传授我的上神剑隐尘。哦，那不就好棒棒？上神剑隐尘。他什么属性啊？大家看一下。
然啊，上神诀第一重剑法竟然天尊即将突破上神诀第二重关卡，你们是无法对抗与上仙同位阶的神功的。废话这么多，废物！你反而是一片和平气象，真的太好了。姐姐，终于见到你最后一面。灰衣妹子，你怎么了？我帮你治疗。你怎么了？我血快流干了，让我把话说完。你的伤将遇到突破长老的门禁，他想吸光所有狐仙的血，获得力量。爹爹，江玉郎疯了，我用红眼仙界都封不住他的意思。我看到他恨江小雨，恨叶南天，恨姐姐你们，更恨孤苍燕。我护护法呢？还有长老呢？长老护法是让火眼法阵，想困住他，烧死他。可他的恨意比法阵夜店还要炙热，我好怕啊，姐姐。别怕，有姐姐在这里保护你。少了吞天姐姐的力量来压制阵眼，法阵迟早会被冲破。长老，交代我通知姐姐，赶回救人。对不起，我因本事太小，没反应姐姐的话照顾长老。不，我已尽力了，我已做得很好。长老，我照朱姨的习俗替火狐族完成艰巨的任务，你觉得要承认我长大了，不准赖皮。姐姐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回来。狐英，狐英，对不起，我擅自做错，将灰纳入玉神珠中，都是我爹，对不起。我们该马上赶回仙湖洞救回你族人。对不起，没考虑你的心情，现在的我或许帮不上忙，也只能陪你哭了。难道火狐族一番的相识就注定产生不可解的厄运？公子狐英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？哎，这边的剧情结束都很突然呢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他要传授技巧给我吗？不要吵，总觉得灵光一闪，快想出解决木头法子了。那其他地方呢？还在睡？这都一样。哎，这边都一模一样啊。拜托，林芳有这么多高手在这边，怎么可能会有事？好，我们下一集就要去仙湖洞啦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感谢各位这集的收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九幺重幺三的游戏故事剧情啦。谢谢大家这集收看，我是大师，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谢谢大家这集收看。